咱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你是台湾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湖上圣僧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我们今天4月30日的下午继续共修来禅解《金刚经》，啊，《金刚经》的法义84000个禅解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是我们人生整个全部的，从出生到养育教育到受惠，啊，到最后那一口气，金刚经都已经了了分明告诉我们，从天上界要来世间界的时候心里要有数。但是我们来到世间之后啊，因为世间的所有一切幻化变化，啊，事与非，非与事，变化无常，所以我们就会埋怨说世间这么苦，我来干什么？但是呢，这么苦是自己选择的一条路，别人没有。啊，回想在民国75年，我还在台中精修院还没买到这一块地以前，啊，一位信徒啊，啊，他在王禅老祖前面埋怨抱怨，啊，王禅老祖啊，你很不慈悲，很不公平，为什么你给人家其他的都那么富有，生活那么富有，啊，家里财子贵秀丁都有，啊，为什么让我只有妻没有子，也没有财，也没有贵，也没有秀，哦，他就很埋怨，我又没有做坏事，认真上班工作，还给我这样，哈哈哈！你听着讲又丢嘞，老祖怎么那么没有慈悲啊？而且他又说我都没有害人，也没有骗人。佛经所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坏习惯，啊，那好了，我就请示老祖吧。老祖，那我把你查了，你这一生来爱做贫道，做贫道了，要修行。你前生，在道修行上绕跑，所以这一生还有给你有老婆还不错了，啊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，玉皇大帝也没有把一些苦难交给你，你都自己所生所成，啊，你都没有做坏事，这是你的义务和责任，没有功德可言啊。啊，这两夫妻呢，哑口无言。
啊，才跪下来说，师父，那我该怎么做才好？我说人家现在两个夫妻最好嘛，也都没有孩子啊，你要转念啊，你若说不转念，你一生在那里哎，怎么没有用？前生你修行没有了这个愿，你必须要再走一趟啊！你的贵人在南部啊，夫妻赶快去南部去皈依，去拜师。所以两夫妻呢，那我懂了。我最近一直梦中呢，哦，有一个的道场寺庙啊，他半路绕跑下山了，啊，说人在山上没有什么意义，要赶快下山娶老婆啊，就老子就开说，这个老婆就是你前生你要追的那一位啦。老婆，他现在老婆我快做衰了。我也不是要这个修行人啊，他看到喜欢我就硬追着我啊。啊，这一生也一样啊。我说缘呐，前生在前生在前生在前生，有不同时间的缘。所以我们金刚经开示了，如来说 一切诸相啊，即为诸相。如来所说的诸相，我们就有最简单的十道天心，这是前生，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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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生，这个就是如来最高境界的本来面目，如来来到当下。此生当下此生，所以我们在每一生的过程，我们都有两边无限空间的修行，一边责任和一边是义务，每一世都一样。那这一生来也有责任和义务，那个自己的本愿叫做本愿没有了，所以前生你要去做修行人，修道修口要尊天华子，结果弄错了啦。啊，所以这一生投胎为庶人修，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难，啊，你有修就谢尊，谢尊只有一。就心，这这一点叫天心。每个人都有天心，叫做世尊。
结果我们忽略了。我跟他说：“你赶快往南去，啊，找一个有缘的师父去皈依啦。啊，若是世间现在生活没有问题嘛，钱也有啊，啊，你祖先有留下一些财产给你嘛，有留不少，那生活就没问题了。你可以赶快呼吸带着，反正不会生啦。”他太太说：“师父啊。”我要结婚，我是要传宗接代耶。从此传宗接代是没有错，但是《金刚经》感恩开示了，如来说一切诸相即非诸相，即非相。他说我们若是不修，你来世间是要生孩子，传宗接代生命的延续。若是你不修，你以前生的誓言有违背啊，所以你生不出来，即使生出来也难养啊，即使养起来了啊，他也不一定跟你同心，所以才有一句话，南无有子哪有子跟哪无子啦，哪有哪无哪有哪无啦你们来看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啦，结果是有阿弥陀佛啦，不是无啦啊，所以他就到南部去了。我说在南部山区，道场在山区，赶快去找啊！所以他向老祖感恩之后，就再没有看到他的踪影。所以如来说一切诸相，等于说你若是不修，不行功立德，那即使孩子生了，最后来不一定是你的孩子啊，是我们生的没有错，不一定是我们的。啊，这一位先生他悟了这个道理，后来经过四五年的，有他的朋友又有事情来请示老祖，不能说谁介绍来了，啊，说明来有，我说他们现在怎么呢？现在不错，呼吸一起去修行了，一个当校长，一个当工友，当住持和注重呼吸一起修，所以我们世间的事情。即使说是我的，不一定是我的。那有今天我们好多同学几位有病，啊，有病哎，我看一看，你的病非病，啊，医学上检查是病，但是呢，我说你的妈妈。娘家妈妈魂不安，灵不安，啊，跟在你后面来，啊，所以两只脚呢就很重，还告诉我说，他的妈妈被盗墓，盗墓之后呢，骨骸捡起来了又。头脑位置葬下去，那葬了就好嘛，不然拿到纳古塔是最适合的啦。现在的地理师真正名师还没出生啊，啊，一个死掉了啦，一个还没出生，
啊，拿到塔里面是最好管理啊。那他的病不是孩子的病，而是妈妈的病，会跟在后面。啊，所以我们所生所受的病，医生，如来说，一切的医生，啊，皆为医生。你说不是医生，他又是医生。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有因缘果报。在八九年前，我们师兄的妈妈，也是我们师姐，整个身上都很重，爬不起来，走路难行。刚好我们在做法会，看到我跟我说，他说你很难过。我说你妈妈往生的时候怎么走了？他妈妈往生前床上睡了六七年，所以他即使不呼吸了，他的意识四天里面还是很难过的，求度于女儿。有的人说我娘家嫁出来了，为什么还缠着我？不是这么讲。啊，不是禅，而是在求度。我说你赶快到三宝寺，后里三宝寺去点个佛前油灯、圆神光明灯。因为我们三宝寺每天为各位诵经，我交代院长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诵经法师。每天要诵经，啊，为这一些点光明灯、元神的，给他们灵光加持、仰仗佛力，那就去点了。啊，点了，刚好七月份，宜兰盆法会也到了，你赶快报名，啊，顺道报名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师姐从床上自己爬下来，啊，原来我们师姐又胖又重，家里的孩子跟老公、女儿用拖，好像在拖骨啊，都拖不下来。那个什么原因？你说病嘛，非病，不是病嘛。又是动弹不得啊！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病人，我看的也很可怜，又爱莫能助，个人因缘嘛。所以我借着共修这个因缘，把这些会发生的《汉金刚经》所阐述的、所开示的。把它相回应，又有我们自己法师，他的妈妈呢走路一直驼背，都没有路，没有力量可以走。我跟我们自己法师说：“赶快把你妈妈带来台中道堂，我看一下。”啊，结果一来呢，背后一位在笑的一位菩萨。就是她的老公，我们师兄法师的爸爸。他二十几年前来到玄佛寺搬上来，第二年就往生了。三宝寺还没盖呢，啊，现在往生了。这几年来时间一到了，他往生不了，就是一直想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没有办法。
啊，只有依附的老婆身上，和老婆爱呢，爱你安尼都改，就恩哥呢，哎呦，我说某某老弟子你下来，你安尼得给你的老婆啊？为什么给你老婆啊？我不要你家爱哦，你为什么不给你的儿子背？我儿子四个都当法师，我进不了，要修，进不了身，啊，只有老婆进得到老婆的身上，好爱，啊，别把老婆弄得很难过。你说病检查又没有病，你去那个叫不在乎也没有办法，去西医大医院检查一装照也空空也没有，那是什么？灵性病，灵界灵性的病。所以各位同修，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医不好，你一定要用意啊，要占卦用意啊！你看卦中成蛇动，成蛇动的话，表示主灵不安，主灵阴爻动啊，就是你女性主灵，阳爻动，阳爻主灵，所以你要去静心的查，否则的话，你一看用药，有时候不一定用得上。这个即是如来说，一切诸相即非相，不是你所想的假设性的啊，一定要超越，要提升，要升华。如来就是最上乘的心法，就是佛、如来、天神、上帝。所以上帝、神佛、义帝所说的法呢，不是我们凡夫所说的那么一你所看的面，而有啊跨越时空，还有东方药师佛、药师经，而是病无病，药无药。啊，病是一切心所生。那药师经，你们若是有病，身体不舒服，多念药师经的药师咒。啊，那你的话，你可以渐渐的自我的灵光加持灌顶。所以如来说，世间的一切诸相即非相，啊，世间的病不是我们世间所说的那么病，那么肤浅，而是有一种跨越时空、跨越当下性、超越啊前生累劫冤亲债主，要化解这个冤仇，只有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好好念经诵经。回向给祖先，回向给那些冤亲债主，啊，才能够解冤释结呀！祝福各位。
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为什么这一节我们会恭念王禅老祖的开经记呢？因为佛经的本质的内涵真实意和我们法门圣教的经宝完全是等号，以相互包容、相互成就。刚才我们这位师姐的妈妈，她的灵骨又重新回葬在原地。那么，孙女女儿的，你知道妈妈的不安，你就可以依照王禅老祖师尊所开示的真理妙法，你自己身上你可以念佛号六字大明咒，或者金刚咒，你都可以念，你背背的怎么念怎么背，或是自己好好念经，念什么经？佛说阿弥陀经，以此功德回向给身上的医护灵妈妈，能够仰仗佛力超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那你即是孝女与孝子啊。在将近18年左右，我们一位女菩萨，她的两只脚一直溃烂，都花错了，医不好。她上来仙佛寺求王禅老祖查原因在哪里。我在老祖嘞，把掐指一算，就是他的祖灵祖先的风水。他旁边的那起迪亚养猪场，前面的迪塞库粪池啊，就在前面。原来风水好好的，地是别人的。这是田，他的祖先的风水像这里，结果人家这里呢，做低调，这里几棵塞捆，几棵塞捆呢哈，这个猪粪，我求。求老祖开示，用意一算，祖坟风水不安，前面朱雀四应之间乱七八糟的晦气，所以祖灵不安就求度，
但是身为子女的，因为生活很苦嘛，又没有钱可以捡骨起来，他越没有办法捡骨，他就越穷啊！啊，我跟这位信徒说，再怎么穷也要去借钱，请他捡一次零骨两三千。不然我借你好了。他说我派谁啦？啊，不然今天我就不包给你了。没有关系，你不包给我，我就不要借给你一样嘛，就不必借了。哦，他就回去了。三位兄弟啊，找来了，请地理师赶快把他挖起来。一挖起来，两只脚到，大骨小骨都黑得像墨水。哦，那时候兄弟的才哭啊！哦，原来他们这么多年苦在祖灵不安，还好现在有机会遇到王禅老祖。啊，不然的话，不知道要还要苦多久呢？啊，那时候健保还没有，每天都要用自保，自己花钱借钱来求医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如来说一切诸相。即回向哦，你要去查，你要去查有多少个阶段呢？一二三四，有四个阶段要查。我查当下的这一生的生活、做人处事。有哪里错了？啊，再来查前生，不晓得。那你就查住家风水，再上去了就祖先都风水。啊，再下来就查修行。你每一样都要查。你就会找到这一则真相，所以如来说一切众生，诸相也非众生啊。所以这一节我们要讲到，如来又说一切众。一切众生即非众生，众生就集合起来的果和报，像刚才我说的这一位菩萨，家里三个大人，其他小孩脚都有问题，哦，这是风水的问题，所以本教非常重视风水。你风水是大自然的法则，风水不好，不对不如法了，居住的绝对不平安呐。还有啊，有一个案例，我在台中精修院的时候
啊，因为做轮胎的，他三个孩子拢 A 高，都哑巴的，男生哦都 A 高。那么主人家呢，很烦恼，到处找医生，都没有效。啊，一年人家介绍来求老祖，老祖开出他用易经挂牌起来，朱雀洞来相克。我说你房子店面在台中市啊，水南交流道那里啊，你的店是做轮胎的，他是啊，那你前面堆了几个50加仑的水桶，对不对？铁桶，他是啊。就是这样，就往交流道上去，他店就开在这里，前面三个大的桶，50加仑的桶放在那边，挡着呢轮胎行呢。人家要进来，也进不来，怕人家停车，哇！你这是另受鬼。哦，所以啊，你的孩子三个都是一杠，进出他靠，刚好三个50加仑的黑黑的桶，瞪你们靠，叫做怒霸。我都活该，那么没有心量，所以凡是入霸的人心量都有问题。你们在座的弟子们，若是你们做入霸，你们心量都有问题，回去赶快把它拆掉了，你会好运。好，回去了，他但是呢，人家停下来都不，我没有办法做生意。我告诉你，你所做的生意赚不到医你孩子的病啊！哦，那个水桶叫众生，为什么叫众生？第一，你怕被人停了，你的门口啊，人家要来补胎是没有办法补。第二啊，就是让人家要进来，包括若是有财神爷要进来也进不来。第三，心胸狭窄，你就没有福又没有德，你去停人家的店面都可以停，你自己的为什么不给人家停？你没有德啊。第四呢，你叫阿爸，阿爸你把祖先的德全部都拉掉了，第四阿爸。第五，无知，没有智慧，万一做五条罪你就没有福分的，三个孩子爱一告。啊，这位先生也是姓张的，张先生，老师啊，你在讲话怎么像鬼谷子在训韩信啊？韩信的照道理要有多少岁？你哪里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啊，不孝，所以你要减多少岁？祖孙27岁就要再见了。
刚好27岁，劫难到了。所以王禅老祖传道告诉各位，你不对的一二三四，让你清清楚楚，才会自己来反省和忏悔。那么这位先生呢，他就说，对不起啊老师，我你有没有对不起我，什么对不起，我跟你说真话啊，你说一切众生，所以金刚就说一切众生即会众生哎，啊，果就有众生了啦，果也是众生，所以众生不是人而已啊，各种因缘合合起来的一个果啊，有的开车没办法进来啊，挡道路了，人家诅咒你，你就划不来了啦。啊，所以违背了这个《金刚经》所开示的法，在世间呢，福报就没有了。所以这张先生啊，回去都给他念念掉了啦。接着来生意好。啊，接着呢，过了3个多月，他的孩子从最小的开始会叫爸爸吃饭了。他从来没有孩子叫爸爸吃饭了，奇怪，怎么有别人家的孩子来耶稣来那个画爸爸吃饭？开始会讲话，啊，到1年多，3个孩子都会讲话。哦，这个也是众生哎，因为我们大家想那么多的自私自利的心态念头，而产生的果叫做众生啊，所以我们有人想说，哎呀，我的太阳把它放起来，我就是会安心的做生意，不要挡住我的门口。做路霸嘛，你想了就变成路霸，也是众生啊。结果你的孩子都一靠啊，哑巴了，也是众生。那么你还有福气得到老祖书中的开示呢，把这个路霸把它移走了，而且孩子就会讲话了，也是众生哎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所说的。如来又说，一切众生即会众生，又是众生。所以我们来到世间，各位要注意，我们大家都有皈依了，有没有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一切障碍我们灵性，障碍我们做生意，障碍我们身体健康，障碍我们产生烦恼的，我们誓愿要把它跨过去，要跳过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会被世间的风雨水，还有这一些把我们困住了。所以众生无边呢，誓愿，我们绝对要把它跨越过去。啊，无众生别，众生别呢，就是有名扬两界的众生别。我们贪嗔痴有两种的贪嗔痴。贪嗔痴呢，当一个人你贪不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啊，你就每天你会在那边想，在那妄贪，妄贪到尾啊，就烦恼死啊，病死。几年前有一位北部的
啊，夫妻呢，他中到1亿多的彩券，哦，他就怕人家跟他借钱，再赶快搬到嘉义一个乡下，买栋房子在那边都不敢出去，每天在那里享受啊，又怕了，没有多久就发生肝病了。啊，肝癌来了，啊，物质来啊啦，就死翘翘了。一条命，1亿多买得到吗？买得到不？买得到不？会啦，被1亿多买掉了啦，啊，哦，所以那就贪嗔痴嘛。啊，有台中附近有一位，也是中乐透，啊，他的号码当时有6亿多，就隔壁那一号中者中哦，他没有，结果嬉笑，哈，拿着那一张。差一号的，啼笑啊啦！啊，这个就是众生无知的众生啊，所以人在世间上很多的考验，某某考考考考某某，大家要注意啊！你们要买股票，可以买。以投资的，你们要用易卜卦啊！我要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啊，会不会赚钱？财爻旺就是会赚钱，但是你要再卜一支卦，现在买会不会赚钱？财爻旺。你就不要买，啊，因为当下是叫做股票也是最高啊，啊，你就不要再买了，啊，股票比较弱，才弱，你就可以买，一定要卜两个卦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学到，你一定要学好。你不学好，烦恼自己道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怎么断烦恼？大家来修行，一定要多读《金刚经》和《易经》，相会应，那你人生一定会走得很平坦，很平安。啊，我们有一天要回家的路上，你就不会被大石头把你挡住了，自己拿石头来挡住自己的前程。啊，这是没有修行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没有烦恼，一定要修道，一定要学道。啊，你烦恼就不会到。啊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